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作曲家王云飞全新创作的一首二胡协奏曲《巾帼》，从不同的视角刻画英雄，将女性的温婉柔美和不让须眉的气魄，以及征战沙场的勇猛融为一章，以音乐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更是以此向新时代的巾帼英雄致敬。今天为我们带来演奏的呢，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年级16岁的张静然，他曾经获得过敦煌杯、中国二胡演奏比赛、职业少年组金奖等奖项，而他也是曾经过入选我们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项目第二届的小演员。那么再战自古，我们一起看到他的成长。那么他现在师从于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宋飞教授，有请张静然和范妮指挥。
Thank you.